有来了。你先歇会儿啊，哥啊，歇会儿，歇吧，走。呀，啊，哎，走，走，行，走。咋了？想家了？想娃了？你去求吧，你想娃他妈了吧？哎，你老婆长啥样？不好看，嘴大。咦，人家都说嘴大的女人给床上都可能干呢。哎，你这出来，你不怕恁老婆给人别人睡了？俺春儿呢，都出去打工去了。那姑娘媳妇都给家闲着了吧？那可没啊。哎，要不你给我写个条，我去恁村儿当个男人咋样？去不能去了，写什么条？我又不是恁老婆。你看你那个熊的。哎，想不想回家呀？这不想回家。小弟儿，今儿就送你回家，你看咋着？哥，今儿几号啊？还没开钱呢。哎，真嘞？你骗人。骗你弄啥嘞？你看，没有，没事。好，去去去去。哎，回首啊，快点干完路发住，一个人不当紧的啊。哎，快去吧。去帮我干什么？人家从这哪来事？为啥不让我？走啊！
等着我找款让我。说说呀，我让你公安局保安给他家发电报。别急，我说吧，我说你别急，咱坐着，你坐着说中不中？我哪能坐着？我说恁急对不对啊？你说叫他去家里来说，我都理解。可是你说这没有啥必要吧？我就不中。不是有必要没必要？这俺农村的习惯，你这让他家人看他最后一眼不是？不错。可是这唐朝阳是他哥嘞，要说起他能做主，他不能做主吗？不是他做不做主，你跟我说没用啊！人命关天，你还是找唐朝阳说吧。走，我说，哎，我说，你不急中不老弟，你先坐，说中不？你先坐来。先在这先洗洗，啊！宋明明，你真不够意思，我跟你说，我等着你发电报，你坐到这儿再干了。矿长，我跟你说，跟你没关系。那老唐，你行了，不是你逼是不是？他不让出去，你知道不知道啊？还有人搁门口站住。不要气了他啊！不是说不叫我们家人来，你知道吧？你这心情我理解，我都理解。不是你跟他说，你跟他说吧。你说，这个恁弟弟死了，对不对？被砸死了，急我都理解。可是那我矿也算出个事儿啊！不是，我不是说不叫恁家人来，你说天真冷。几千里地跑过来了，到时候恁爹恁嫂都冻一跤，我是怕冻他，你知道吧？我是这个意思。那我也没经过这事儿，对吧？我也是第一回，俺爹俺妈不来，我也做不了主嘛。那我就这吧，让咱村支书来。我说俺也中，你叫他来啥用？你说那原来路，到时候路上石来滑来，他都得从夫妻心里扣。到时候你说那俩能分多少钱？那分不了多少钱，关键是钱算个啥？100万也买不来俺爹的命。老唐，那你要都这说，那咱俩没话说了。我也不跟你说了，不说就不说了。耶，老唐，你咋了你？我说矿长，你过来吧，咋了？你来的时候，你跟你说的好好的，那俩干过这，干过那，干过多少天，你又才来多少天，那不出事了吗？不是矿长，你给我急，你别给我急，你跟我说，我听我说，嗯，你别说了，中不中啊？全当我倒霉啊！你跟他说一下，我就这2万块钱，中也中，不中拉倒啊！你去吧，你去吧。我说弄，我试试啊。耶，看啥了看啥了，走吧，有啥好看了呢？这是矿长，嗯，都安排好了，各个路口都派人把守。好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是一点风声都不能透露啊，一透露上面一查，咱饿完蛋。矿长，你找我？哎，老宋，先坐。哎，没事，你说吧，你先坐。哎，坐吧。让我说的咋样来吗？你让我咋说了？哎，你还是让公家处理吧，他该拿多少抚恤金拿多少抚恤金，啊，这样处理都公平，你也省点心呢，是不是？那叫公家处理呗。耶，我不害怕。这县长、局长，这咱都是朋友，没参与咱也有人。关键要是都这处理，他唐朝阳最终得不到啥好处，你想一想。他得不得钱啊，跟我没啥关系。我是听恁俩传话的。哎，要不这吧，我去找朝阳，恁俩谈吧，好吧？哎，老宋，我这不是对付你嘞，他不冷静，我忘了跟他说。来，恁俩是朋友吧？现在你给我说说，他到底啥想法？他说呀，他家人要是不来，你最少得出4万。多少啊？4万，一分钱都不能少。你就得一抢呗。矿长，你想想啊，这个事儿都没搁到咱身上。你看他跟他弟一块出来打工，这没挣多少钱，还搭进他人命。这你说这我都知道，关键我不是拿不出来吗？这矿上效益也不好，这2万块钱我也是借来。不是，我也知道那开药的不容易，是吧？不过，你看你也跟他张张，我也好跟他说呀。中，这都好说。来，你先垫住。哎，我这有。矿长，还跟骡子人吗？不行了，给他们办吧。不要货了啊，不用认金。不行了，跟公安局的刘局长跟张院长打招呼。拉倒吧，这货没来啊，吃喝还在那，你摸个10万20万根本打不住，根本知不知道？是，不到万一百一，别请他们啊！是。这是你这几天的工资，这1000块钱嘞，你拿着买包烟洗洗。这钱我不能要，不会有人知道。你就是不给我钱，我帮你的忙。这我清凉，关键我不能亏朋友啊。
你看啊，这也快过年了，这天天弄个尸体躺到矿上，对咱开矿也不吉利啊。这我也知道啊。我替赵阳说句话吧，你给他2万块钱确实太少了。你看他弟妹还年轻，领着俩孩，爹妈都在，你看他回去咋交代啊？那我最多再拿2万块钱呢，我多一分都没用吧。这要不咱叫爷来帮忙呗？你看啊，爷，这个2000块钱呢，你先拿着。不是，这是能上那个？要不是快过年了，你也先回去了嘛，咱抓紧给这个事家人聊聊啊。那中，我来试啊。哎。哎，别急，你先给这个签了，你这上面签个字，这儿。我看不太懂，老宋，你帮我看看。我说，咱俩看好啊。这个，这上面写的，他弟弟是自己不小心摔死的啊，跟咱矿长没任何关系，对吧？矿长。啊。咱们是说好了3万吗？这钱不对吗？你咋不整好嘞？都不容易。这恐怕不中。我说啊，不中你给我两个指头多少中不中？啊，他值2000不值？哎，差不多了，来吧，这点签字吧。马上收拾东西啊！赶快把他烧了，立马给我滚蛋！鸡巴不知道动动脑子，就你弄，谢了，啥谢？恁弟了？我头啊！你别鸡巴给我装糊涂啊！哥，你想穿嘞？我要的是这，给你吧，还不给我打一炮呢？你别来这一套，一人一半，我可不坏这规矩。你也爽了，拿着吧。你拿着吧，你。哥，就你了，拿好啊。我还是觉得不对。咋了？哎，你跟你说好3万，咋成了2万8了？咦，你啥鸡巴意思呀你？那鸡巴都是我争取过来的，你知道了吧？要不下来你谈中不中？看你急啥了？我不是说那矿长心黑吗？真是的，都鸡巴意思，想少出点血。哎，咱弄那个人叫啥呀？姓袁，谁鸡巴知道他叫啥？你欺负咱乡里人起个唐朝相？你是朝阳是他哥，他不叫朝相。电话过一会儿啊。下回该你哭了。把你的手机收好，看一下地址对不对？哦，对。哎，那个几天能到啊？2-3天。谢谢啊。好，再见。哎，你给他存起来，存起来啊！哎，恁二的学习咋样了？他考了好不好？你可说，不要考不好了，我回去揍他啊！哎。年头都回去了啊，走吧。
你跟恁家说了啥不？钱都寄过去了，说啥说啊？他也不说了，那啥，他给他家先寄过去了，你跟他说一声啊。啊，好，就这啊。啊啊啊！多少张票啊？你生意还做不做了？有啥有啥？因为啥？问你小姐。吴姐，咋回事啊？来问摸我爹口了。摸摸都不中。你是干啥了？呀，摸都摸到一块肉啊！来，老板，咱接着吧，房。嗯，这姑娘可好了啊，好好陪着老板啊。嗯，大哥。来来吧，来吧。那就谢大家啊。真挺扯淡。咋了呀？老板别生气，房来陪你，对老板温柔点啊。大哥，我给你点歌吧。咦，我不会唱，他鸡巴哪会唱歌呀？他就会弄那。你去瞅啊，咱单位唱歌我还在第一排站着嘞。那啥时候唱了啥歌呀？唱了那个社会主义好嘛，三个社会主义好。哎呀，大哥，那个歌早老了，我给你唱个新歌吧，社会主义好了。你让那先唱，你唱，你唱，你唱。哎，先唱。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好，社会主义江山人民地位高，饭都买没了老，帝国主义加入为王。我好。咋了？这歌早都改新词了。你改啥了呀？你多少年来了？你看恁真是土。他帮教导帮，来，咱一块教唱嘛啊。反动派没打掉，资本主义夹着美金回来了。你以为这些能啥的？社会主义夹着美金回来了。老板，老板，哎，咋不弄了？能把了？哎，他真快了。我紧张。要不大哥我帮你一下吗？你滚蛋吧你！我一下花来干屁，这鸡巴100块钱我花了多少元？你看你那点出息吧你！你那100块钱我给孩儿，我给孩儿不好？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你走吧走吧走吧。哎呀，你真是扫兴。你鸡巴笑啥了？鸡巴笑。
小女儿，点菜。哎，来了。要不要点啥？再弄两碗面吧。两碗面。你那还有啥特色？俺这里还有包点羊肉汤和火锅羊肉煮。弄碗汤吧，中吗？弄碗汤，中。稍等一下啊。咦，把炖羊肉炖羊肉，还得把包点羊肉汤。缺你了，现在除了孩儿他妈，啥都是假的。咦，那孩儿他妈都不一定是真了。要点用的啥？李贵贵，这货谈几百万呢？那崩了一点都不亏的。这基本跟俺村的支出一个球呀。啊，这几百万要是给我，我也开个药。你人家戳死你了。矿上这点事儿，他们差远了。哎，这别说几百万，有几十万我都足了。哎，我把俺儿啊从现在到大学毕业的钱，我都给他攒着，我一分钱都不花。我那个二学习可好啊？我那个不中，不上了。那不让他上了呀？倒嘞很，可我一个球员。大姐，别人不要。不要。那时候家里没钱，你说要是有钱啊，初中咱都不说了，高中吧，大学吧，对不对？谁几百一块给你能治啊？你乞求吧你！现在啥都没用，有钱就中。哎，小妮儿，有蒜吗？有。来拿蒜。给你。包点羊肉管子工，装个煤气管道，装个要中啊？多少钱呢？多少钱呢？耶，干十来年了。中了你记住？耶，差不多。干十来年会不中啊？也没多少活啊，就刨个管道。你睡那边，你起来吗？起来起来，走走，跟我走，走走。你看，刚才找啥人？不知道，我们提前。等会儿呢，很难。是，我都来了三天了。你才来了三天？这有人等十几天了，这得碰运气啊。我就找了个煤矿的工作，能挣一大笔钱。怎么这还不来了？你妈还在这儿？真的是，叔，接个活吧。嗯。哎，大叔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在哪儿？远不远？废话，不远人家能给那么多钱，一月能挣一千多块了。真的挣那么多？我骗你。大叔，你看，能不能带我一块儿去？那不中，我已经有伴了。哎，大叔。你呀，先别着急，我那个朋友他这儿病了，你要是能当他这儿，他兴许还中。中。我说了也不算，我得问问俺那朋友。
那也中，那也中。那中啊？中啊。中，那你跟我走。那谢谢你大叔，谢谢。那走。嗯。你叫的啥呀？怨风面。怨风面。嗯。我跟你说，这宽容厚和中和。哎，我不宽，我什么都能干。啊，那就行，走吧。票买没有啊？还没买嘞。那鸡巴你去那狼人家弄啥去了？不是路上碰见那孩儿了吗？咦，叫鸡巴你买票，你领个孩儿算弄啥了呀？看你急啥了嘛？他不是想跟咱一块儿去干活来吗？哎，快叫叔。叔。谁是那叔啊？啊？叫啥？我问你叫啥？袁凤命。逃学出来了吧？不是。那咋不上学了呀？没钱交学费。那妈那爹咋鸡巴当了呀？是学费都不给你交了？这不怪俺爹，俺爹出去打工挣钱去了，都半年没有回家了。你看你哭啥嘞？恁爹发财了，娶了个小老婆，不回来了？不可能。多大了？16。那鸡巴能装？可怜，恁这不是病了？那咱们这不就完了？那鸡巴警察的事你不知道？鸡巴小孩他能啥是？那多危险那是！叔，我不跑叔，我什么都能干。你该鸡巴干啥干啥，你知道吗？这活你干不了。是。哎，咱就帮帮他呗。帮啥帮啊？我说不中都不中，帮啥呀？你先等一会儿。来，你过来。咋回事？你是装了你还真不想弄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老大你别跟我急啊，咱是大老爷们儿，做事再讲规矩不是？啥规矩？耶，你鸡巴弄个小孩，你搁道上还混不混了你？我管他大人小孩，能挣钱就中。哎，你要是没钱，那孩还不照样出来打工？你可怜他，谁可怜你嘞？反正我觉得不中，不中你自个儿找吧。好，你的身子坐直。好，脸往右转一点。啊，歪了有点。好，高兴一点，笑着一点。你他妈你笑啊！你他妈你笑都不会笑了你，啊？哎呀，你看你，还老实嘛？你越说他越紧张。黄明，别害怕，笑一点。笑了有点太狠了。好，你眼白眨啊，现在很好，眨了。叫啥？袁凤命。啥？袁凤命。我搂你了我。白天咋给你叫的？脑子让狗吃了你啊！我再给你叫一遍，记住，你姓宋。多大了？18了。老弟多大了？你不是让我多说两句吗？你他妈，你这记得怪清了呀！这听二叔的话，知道不知道？吃不了亏。还要点啥不要了？不吃了。啊，那到那吃吧。嗯。来，老板，三张吧。嗯，算多少钱？9块钱。省事儿加事儿，摆正摆正。把省事儿加事儿，哎。省事儿加事儿。拿身份证照个照。
二叔，你说咱们顺路那么多张嘎爹呢？鸡巴，中国这么大，你上哪儿找那爹？哎，你说那爹去哪儿了？听说他去山西打工去了。等我一挣到钱，先给俺妹妹交学费，然后再去找俺爹，我肯定能找到他。老哥，您这还咬人没有了？不咬。那这附近有没有啥坑咬人？去那边给我看看。那边。啊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走吧，快到了，你给钱呗。老哥，嗯，干啥来？找货了。找货嘞？嗯。一块儿的。走，走吧，走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行送，他是你二叔，你要是说漏了，你就别想挣钱，你听见了没？听见了。好了，老唐，怎么了？你怎么精神点啊？带人没水性啊！走。大哥，王部长，这是他老爷。
这是安志。他是我二叔。废话，多大了？是十八。有四八吗？我看不像啊。不是，那俺这儿他嫌小呢，身份证都带上了。我看看，这是他了，那这是我，这是我的。下过井吗？下过。怎么不干了？铆钉了，砸死人了。死俩人怕什么？吃饭就得拉屎，下井就可能死人。要是害怕呀，就别在这干。对对对，王馆长，你说的都对。不过你看啊，他那个死人的事儿也不知道咋传出去了，一来了一堆要那个抚恤金的家属，这上来不是派人一调查吗？说他那个安全根本不合格，这要是停产整顿了，矿长让抓起来了，就是干不成了，矿也给封了。整顿个屁，整顿也挡不住死人。不过咱们这还是安全了，你们几个先干着，干两天看看，如果行的话咱们签个合同，如果不行的话，你们收拾你们的行李就给我走人。可是这两天算施工，先不发钱。老板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这什么这？干就干，不干就给我滚蛋！中国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人。哎，老板，干干，给俺干！啊，您别生气，俺号不会说话。带他们去，告诉他们咱们这儿的规矩。好，走吧。董事长，哎，谁哪儿是哪儿啊？人家谁这儿吧，暖和。走。来，把那个包给我拿过来。那个黑了，黑包。谢师傅，马上布置。恁俩来。不是，不在中国。你那鸡巴孩儿像死嘞你。哎，不是老哥，俺这儿他小不懂事啊。正好130吧。行，这还差不多，不太安全呢。下井干活一定戴安全帽，知道吧？你要没钱，你跟我说。就是，恁叔有了是钱，100块钱干点啥不好？还不如给孩儿弄点东西。你不傻走着弄啥了？你发了钱还给我啊！拿那个筐弄点煤。怎么样？那地上的菜跟面都拿上了。嗯。你赶上老鼠吃了呢。嗯。你快点。
来了吧，小沈，什么方面？去，你俺入境队。你是谁来人？小沈。俺老爷。你俺入境队。大嗓子。小沈，入境批准。你俺好，你俺去，你俺去。好了吧？俺们咋停啊？入境不要大这儿叫方明。哎，你三个的小韩去八号，你也去四号。都换一下衣服吧，要不然。不是，赶快换啊！一会儿一干活出一身汗。他说我不是，不听话呀这，快点。那是高，那高高高，送过来。好，快过来，到了。你怎么啥了你？害怕了是不是？胆儿胆儿小了你，你过来，想不想干呢？想干了，他妈娘怕死都摆不着干，知道不知道？你跟他喊啥呢？谁头一次下去不害怕？方明，继续干吧，别害怕啊！洗手了。咦，你咋那么多鸡巴事儿了？这是不是？那水让喝了，你搁那洗手了？你还
澡去。啊，来，你快去吧。马大娘，睡觉怎么了？对，你慢慢洗吧。哎哎，爷睡大了，你再接一回来啊？啊，可以可以啊，真舒服。放回去，好舒服啊，放回去。哎呀，这是你的嘴巴都长掉了，哎，快打好看看啊，快点快点看看。马大兵，水凉了，快点加点水啊！哎，快进来，水凉了，加点水。怎么样？你搁那砍啥来？历史课本。砍那能啥呀？可有意思了。哎呀，那有啥用啊？一离开学校啊，你都回不去了。谁说？俺老师说了，只要是能交上学费，还可以回去上学。说啥？还可以上学。瞧你了，那是。俺老师也跟我说过，那学校的恁家开了，那你想回去都回去了。这俺爸，这俺妈，这俺妹妹，她学习可好了。嗯。啥事儿说嘛？你看那孩长得像谁？像谁？就傻子弄死那货。哪一次？姓袁了那货。姓袁了？啊，咋了？他给车站一说他姓袁，我都觉得有点不对。不会吧？哎呀，我刚才给他那看张照片啊，可像。照片呢？给他那儿。哎，那你咋不弄过来？那我也不能抢啊。管求他，谁鸡巴都一样。哎呀，你说要给他弄死了，这他家都绝后了呀。切，你吵着求心干啥？绝不绝后跟咱俩啥关系？真是。咋了？怕了？我他妈啥时候怕过呀？我这心里不带劲。哎，弄啥了？一点都不像。怎么了？你看了？我当然看了。我说了也不会这么巧啊！你说到底把姓袁、啊，那姓袁的多了，明天就把他弄了。嗯，你别急呀、啊，你这矿上多贼啊！咱俩得装得像点。这井底下这钻实在难受。这我也知道，等着再说。
二叔，结婚几块钱？能啊。你不挂了，我一有钱就换给你。给。真高上高中啊？那肯定是假的。我走，你的事。接着，哎，你这个大爷，你别出去了。你一会儿你这个大爷，哎呦，臭！你出啥？走，你把弄胆子不轻了。哎呀，对。哎，凤明，咋扛了？跟我们女娃一样的。咦，咱俩吃麻都让你看见了，不好意思了。那怕啥？我啥没见过。哎，马大脚，你叫我我的哦。我叫马涛。啥子？凤明，你可别跟他们学，他没一个好东西。咦，你咋知道俺这东西都不好了？一老长的可厉害呢，可大。你还说我呢？说我呢，你。你再说，他不吃。谁吧？啊？啊。冯明，你干多少了？谢谢呢。嗯？谢谢呢。给谁写了呀？给俺妹妹。哦。出来这两年，家里还不知道给哪儿了吧？二叔，咱啥时候包钱？俺妹急着交学费呢，今年快点包钱寄回家。啊，这几天都发了。你妹多大了呀？14。咦，这字儿写的通不孬着了呀。真想早一点包钱。咦。你看这奶大了个牛样的，有女朋友吗？俺老师不让交女朋友。那他说啥你都听啥了？来，洗碗工，二叔帮你记啊。刮胡子吗？啊？为啥呀？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你不要给胡子刮了，像不像个男人呢你？你现在给我刮了。去发现山上有邮局啊，到这干活就给我老老实实干活，不愿干就给我滚蛋，
什么玩意儿？这个鳖孙货，过两天你就杀了。是不是发现啥了？光求他。我觉得有点不对啊。他查冤了，要让四了认，他照样得出血。你把那号摆了，他交给我了。哎，你怎么鸡巴杀了你这是？咋了？妈，我还没看呢呀。这有啥看的？那鸡巴我自己不会死是不是？行行，你回去。不是你啥鸡巴意思？你给我说清楚啊！我没啥意思。你给我说清楚，你啥鸡巴意思？我没意思。妈了个，你给我说清楚的。咱把这号办了，他家人按照信上地址找到这儿，咱不就完了？就鸡巴你能担是不是？那咱不得抓点紧吗？这鸡巴不是抓紧不抓紧的事儿，这鸡巴矿长天天派人跟咱一块干活，你没法下手啊你。那不中，咱都把他弄了。你别急中不中啊？咱们能不能等个机会啊？活了。我是看你对那孩儿有点同情了吧？怎么我同情他？谁鸡巴同情我呀？这鸡巴不是同情的事儿，我跟你说。我觉得封面这孩儿活着那脸鸡巴女的都没碰过，死了我可亏。这还不容易，找个女来给他开开户不就中了？那这事包给你了，有钱我自个儿还弄了。你不合作不是？这也不是合作的事儿，100块钱我弄点啥不中？你搞大啊，一人一半。那中，今天就带他去，明天就把他办了。小姐呗，有小姐不就啥都有了。你是老板娘吗？嗯。那这啥价啊？150。为啥这么贵啊？便宜点吧。便宜点儿，120。100吧，中不中？3300，那你挑吧。都给这儿了。嗯。墙上哪个了？这个。小红。都不，不是我，怎么样？你看啊，你这单是不是干活没劲儿啊？讲的那个姐姐给你按摩按摩，你知道了吧？都有劲儿，都承认了。二叔，我不用按摩，我打来就中了。你他妈给你看病，快去！去，这上去吧。走吧。哎，两位大哥，坐这儿，来坐这儿。你们俩是矿上的吧？你咋知道的呀？嗨，一瞅就瞅出来了。你对你这还挺好的呢。哎，咋了？二叔，这脱裤子他。你看你这孩儿，他不知道，那按摩人不给你脱光了咋弄啊？你得配合治疗，知道不知道？二叔，我不要。走，那上，二叔陪着你中不中？二叔，走。哪儿呢？啊！你说你是咋回事儿吧？我咋回事啊，大哥？他俩是捂着那地方，不要我动。咦，那你这弄啥吃了？你都不会想想法儿？我跟你说，冯明，你得配合治疗，知道不知道？脱光了给屋里等着，你要再跑出来，我都不要你，听见没有？去。哎，你别走。
你给你那基础活都拿出来，你要是给他伺候不好，我可不服气啊。俺这可是个童男子。哎，你这还站住了，躺那儿。秋裤脱了，你不脱秋裤咋按摩呀？你没按过摩呀？好了，脱秋裤。来来，别紧张啊，别紧张，别紧张。哎呀，哎呀。咦，秋真丑。来，好，自己脱啊。来，躺这儿，躺这儿，躺这儿。你不躺着我咋按摩？你没按过摩？你叫啥呀？小红妹。我叫小红。你几岁了？啊？十几了？别紧张啊！一查了，咦，都几百！我有这一百块钱，我弄哪啥不中啊？呀，那哥你不是好收吗？那好收，那也好收嘛。那为啥管男人掏钱？这太不公平了吧？嗨，这你就不能问我，你得问老天爷去。哎，到了。哎，我们要。咋了？是不是给你弄舒服？说话。俺叔，我变成坏人了，我。哭糗了，你哭！老子出钱让你痛快，你这不有啥鸡巴不高兴了？我跟你说，你说不？这男的都在经历点事儿，你经历了，你不是都承认了吗？是不是？可是那这，我没那劲儿了，我不活了，我。你真不知好歹，不活你死去，现在你就往墙上跑，疼吧，死去吧你。喝水不喝？啊？给，给！你妈那逼，叫你也不答应啊！你给我较啥劲儿了你？你给我较劲儿啥好处啊你？哎，弄啥了你？你说弄啥了？你咋不动手了？那鸡巴过两天不中？为啥？该发工钱了呀。那点钱顶个球用，现在是个机会，咱把它弄了再说。老唐，我跟你说，做事讲规矩中不中？送行饭吃了没有？还得跟他喝送行酒了呀。小鸡巴喝啥酒了？耶
那鸡巴合不合是他的事儿，让不让合是咱的事儿，知道不知道？那鸡巴强逼人还在让人家吃喝了不是？中中中，算你会说，那你说咋弄？我说咋弄？我说过两天再弄。你要不弄了，你鸡巴给我弄了中不中？咱俩谁跟谁呀、啊？我弄你干啥？那中，听你了，过两天啊，过两天，过两天。高兴了，买瓶酒吧。今儿你那吃了啊？你嫂子呢？我在修个河啊！哎，不错了，你小妮给俺留一个啊！快点吧，就那几根毛，数啥来数？走走走，老李，走吧。哎，林先生，等会儿我啊，稍等啊。我都弄了啊！雪儿呀，雪儿呀，雪儿呀，雪儿呀！大叔，汇款是在这儿排队吗？啊，是的。后面你搁这儿排着啊，我给你填单子。啊。请收好你的回执。哎。哎，那马叫啥？马桂枝儿。哎，冯春，你这不也给加了几千了？怎么样？把那家地址写的对不对？对，就是。二叔，我上次借你的钱还给你。也中了吧，就几块钱，弄啥了这是？俺妈说，好借好还，再借不难。哎，二叔。买点东西吧，嗯，买个烧饼吧。烧饼咋卖了呀？一块。我要一个就行，二十。怎么样？哎，小孩儿呢？老明，老明，老明，老明。跑哪儿了？老明，都往这边走。去哪儿了呀？这个连孩儿都看不住，咋弄？你咋不看呢？你高胆子！瞎鸡巴跑啥了跑？
你跑哪儿了你？你咋回事？二叔，我给你买了个鸡。真是命苦。我也喝点，你鸡巴喝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两，好了吗？六六了，八，快喝酒喝酒喝酒就错了，喝喝喝喝吧，再让他喝了，咱交酒呀，错了酒就喝喝喝喝喝喝，我心里有数，五不了米奶的事儿，中中你喝，你干啥去了？这么长时间，来来来来，方便看看，过来，坐，来吧，给他几个树端一下。端起来，端起来。二叔，谭叔叔，谢谢你们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多多发财。爷爷，这又不叫过年了，这能咋装的？爷爷，好，明啊，哎呀，二叔要有对不住你的地方，可别生二叔的气啊。来，干喽！哎呀，还要喝啥呀？喝，你喝多了吧？老宋。矿水不让你对喝，方明哈，我替他喝。你替他喝，弄啥？俺俩喝酒了。这还得喝啥？俺俩喝酒，你干啥了？还得喝啥也喝。喝吧，喝喝喝。哎，老道，你不是不喝酒？方明承认了，高兴。来，方明，叔跟你喝一个。来来来，大伙喝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一块来。老宋，来来来来来来。过去了，走吧，赶紧走。走走，哎呀妈，反跑了！快点，把雷管往里捅捅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反跑，哎，快走吧。那就好了。哎，这弄啥嘞？你把车扔那回铆钉了？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这是弄啥嘞？你搬了，赶紧能拿出钱。先等我踩了，我就收拾他。二叔，你喝点水。我不喝，跟俺叔喝吧。二叔，二叔，你喝点水。方便。嗯。想家了吧？想，咋不想？那让恁二叔送你回家吧。现在不行，我钱还没挣够呢。
们出来没有？想好了吗？签字。我不能签。为什么不能签？这是你叔跟我写好的合同，死爷给三万，不少了。我真的不能签。你签不签？还让他交出来吧，这事吧。你不是他侄子吗？你是不是就想把价钱给抬上去啊？别想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你他妈到底签是不签？小兄弟，跟大姐一句话，我让婶儿签了吧。啊，听话，签去。签字。啥东西吧？